首先，让我们恭喜米哈游终于达成多年心愿，在原神中召出属于自己的 Ava 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忍冬。在最近 3.2 的前瞻直播中，米哈游也是放出了伞兵的周本时间，是这机甲一放出来，我直接高呼，这不13号机吗？我再加上两个这个，哎，你看看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哎，不愧是你呀，米哈游，对 Ava 的喜爱简直是刻到骨子里了。只要有机会就开始夹带私货，在最近疯狂折磨大家的任务森林树种作为结局任务的名声，当时我就想到了剧场版中黑莉告别的那个场景。クイーン第3の爆弾バイザーダスト。ありがとう。在叶兰的 PV 动画中，这个将手含在嘴上的姿势，不能说跟定死了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是完全一致。这要再加上个反光眼镜，就问你像不像？要说最经典的致敬，还得是无相雷，无论是外观还是攻击方式，甚至是无相系列通过攻击核心才能击败的设定，都跟 A 版里面的使徒一模一样。我都怀疑，要不是因为没有版权，米哈游真的有可能直接搬出个雷天使出来。怪不得每次大世界升级都。而第三个则是制定了 AY 里面经典名场景凌波丽的微笑。在击败雷天使之后，作为三无少女的凌波丽首次露出了笑容。这一笑俘获了多少人的内心啊！真希望原神以后能跟隔壁三蹦子一样联动一下 Ava， 都不用出别的，就直接把老情放在池子里就行，然后。